走吧，走吧，出发，出发。今天爬山的行程，慢慢走了。到岔路口啊，淡瓦哦，看那边有人露营啊，在那里。这个是后来才做的。那掏空了啦，尽量靠墙壁走。一走要心理准备喽，好汉坡要开始哦。不到去年修好的吧，今年修才修好的。从这边开始就要一直爬了，这一段最浪费时间、浪费体力的就是这一段，一直爬，爬到最高点。哇！来看我们，你们听没听？太累了。啊，对啊。天好天气，哇，就行。还有一段，还有一段。哎，必须加油。不过伊即马用这样呢，较好行。以前阁无病，行下阁忝。终于结束了。哎呦，哎，头前拢歹休困哦。错哈，沿路都有这个小溪沟，你要取水就可以洗手、洗脸，环境袂歹。运动运动啦，等一下太阳照到就更舒服了。到了，到了，只踩几根而已，棍要全部被它踩光了。在这边休息吧，下去了。不会啦，这就好行。嗯，慢慢行。嗯，这边说话嘛就好行。哎，热天拢小朋友比基尼的，人拢穿浅拖行到下下桥啊。啊，去行落去滑水道耍水的，遮会看嘛滑水道啊。走走走。假日这边很多人来爬山，这一条就是那个熊空月林古道，可以从乌来走到山下，拢无人白熟啊。我记得以前有咧，可能都断了。我们走20分钟就到下切路。以前我一个人边走边拍，走了35分钟。这边还有一条路，你有看？一条路有人跟他讲过，可以到滑水道的下游。不过不要乱走，大家都是走大条就好了，莫乱行。最后一段呢，要拉绳子了。你叫叔啊，叔啊，先检查一下。恁敢毋是有迄专门挂锁啊？迄怪客，安尼变态的啊！哎呀，你无注意，哎，逼起就转去啊！嗯，这边还有一个小型的滑水道，夏天也很多人在玩水。然后我们是下切之后还要过溪去主流。这里下来之后啊，去滑水道玩水的就往这边下，下了去，下了滑水道。那我们走这一条过去滑水道的上游，哎，还去主流的上游。哦，这边被冲得蛮厉害的，要从这边穿过去。这里夏天也很多鱼哦，小鱼啊。好玩的小鱼，行，哎，直接无落去就好啊，一落去啊，尔滚滚啊，20公尺啊，尔，哎，唔是啦，是啊啦，是啊啦，我没挂住，拍摄，是啊啦，是啊。对啦，遐下骹一困，但是太贵啦，太久没来，忘记了。所以说啊，走过那么多次，还是忘记。行遮啦，行遮啦。
行拄啊，迄条是去后壁遐啦，去滑水道遐有两空足深的，遐嘛会着的。啊，即下温顶悬啊，好久没上来了，袂歹。哎，还是一样漂亮哦，一站一站，你看，这里石斑已经多到这样子了。九班，这边九班，九班阿囝我靠的，比考会搁较侪。九班多九班比考会搁较侪。继续向前。你要干嘛？没有系统了，不用找了。真不可能有系统了，走走。行吧，行吧，转个弯就到了。哎，走走走，太阳快照到了，太阳快照到就舒服了啦。这种小山溪吼，日头照着就舒服啊。拄啊看个拢，要看有茶无？真正拢无茶，这些潮湿拢无茶。你想要烤肉嘛无？以前拢无同款啊，以前较好行。哎，今麦加一片的，看以前敢无一片大片的咧。终于走到快到瀑布了、哦，这些点都很漂亮。瀑布在那里，有没有看到？白白的那里。哎呦喂！哦，今天水还蛮大的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啊！到了大瀑布了，哦，瀑布的水用喷的呢，超爽的。好像是这边啊，这里啦，人家跟我讲是这边上面有一条可以绕过去瀑布上面，现在上去看一下，那边过不去又危险。这里这里是要首次到瀑布上面去看，我也开了五啊，应该是从这边爬上去，没来过，不过别人说有一条路接上去了，有没有路？有路，走看看。我这边没有路啊，我家无路，边啊路，瀑布啊。哦哦，下面好多鱼哦。哦，没设备呢，不过这边没办法钓。瀑布，只要能翻过这个岭，就可以到上面了、啊。这边过去过不去啦，这边很陡，没有路哦。发现了，发现绳子了，上上上，有绳子就对了啦。加油加油！哎、欸，好像很陡哎、欸，好腰。又失算了。一百起哩袂，看咱就惊的。Yeah, 今天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来看这里啊，看瀑布上面是长怎样。哇靠，蛮陡的，可不可以啊？瀑布上面有没有漂亮？哦，等一下就可以揭晓瀑布上面到底是长什么样了，应该几乎没有人来过。这条绳子也是上次钓友报给我的，超陡的，而且有崩塌的迹象。对，应该拢无啥路，就是为了要看瀑布上面，好不容易高绕上来，这下就是瀑布啊，你一定要好好行。好啊。哦，好啊。我超期待的，来这边可能四五年的吧，
从来没有上来过，从来没有上来瀑布上面过，一直想知道上面长什么样。啊，哦，水声好大。喂，哇，好像也不怎么样哎，靠腰。哇，好失望哦。哇，你看，弄弄久，好失望哦，没什么坑头，我以为点会漂亮，还可以啊，这个点感觉，哎，可以啊，这哦有乌啦乌啦乌啦乌皮啊，没办没办，好啊，可以找啊，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要上去还是？要有啊有，我就刚看了北拜啊，哎北拜北拜，这个是真正的北拜啊，对啊，我这无卡坐十个，无多挤才坐人。再走一段就可以找放包包的啦，再走一段就可以找放包包的地方了，北拜啦，就扛头去走上来。漂亮漂亮，这一段真的比下面还好，又一个小落差。随便呢、啊？对啊，你要那边都可以的，放可以放包包。哦，有人露营哦，应该不是露营的，打猎的啦。这边也不值得来抓鱼啊，是来这啊，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边走边找，不错，等一下太阳就可以照到了，感觉那个点都不错啊，是石坑，对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拢这坑拢会钓，石坑拢会钓，而且今天水量刚刚好。我们没有来太干的，那个其他的溪都太干了啊，而且都会掉的啊，没办法，在这附近准备钓具啊。